没错，同学们，今天啊，咱们就玩表情翻翻翻。每个年度球上面都有表情，每个表情相对应的是惩罚和奖励。哇，真的好好玩呀！是啊，希望我抽到的全是奖励。这个呀，要看你们的运气啊。你们三个谁先来啊？我先来啊。好，你选一个吧。嗯，我的幸运色是粉色，就挑个粉色的。老师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哦，我看一下啊。粉色流汗，倒赔粘土两包。啊！貂蝉，你可真惨。对呀，现在刚开始玩啊，就赔了两包粘土了。哎呀！貂蝉，粘土先签着呀，下个谁来？我来。我喜欢绿色，我就挑个绿色的吧。老师，你看这个表情。好，我看一下啊。绿色，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？没错，大师，再抽一次吧。啊，这次选个棕色的吧。棕色的，我看一下啊。棕色的，做个丑表情。啊，那行吧。我要一个红色的粘土球，老师你看，红色，我看看啊，红色，站门口大喊我是猪，啊，那多不好意思呀，快点去吧，胖妞，就是啊，那行吧，还好没人，我是猪，该我了，好，你抽一个吧。那个橙色的，哎，他戴了个口罩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浅橙色，模仿狗叫。哦，那行吧。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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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咦，一点都不像。好了，该大仙了。好，我选一个紫色的。老师，这个紫色是什么呀？我看一下啊，紫色，大笑五秒。啊。赶紧的呀，就是啊，你知道啦，哈哈哈哈哈，好了，这才三秒啊，哈哈哈哈哈，好了，来，该谁了？该我的，来抽一个，我要挑一个深绿色的，老师你看，好，我看一下深绿色，粘土58，哇，抽中大奖啦，胖妞，你运气也太好了吧，是啊，大比心的嘛。那个胖妞啊，老师没有那么多粘土，先欠着你的啊。好啊，老师，等你放学再给我啊。好，貂蝉，给你了。行，我挑一个棕色的。好，棕色，唱一首歌。唱歌，我最喜欢唱歌了。好，我给你们来首《青藏高原》啊。